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跟这只小柴犬来讲慢才了，请多多指教。妈妈说话。这小柴犬啊，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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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你说的是这个压下去会推回来的现象吗？爸爸导航。哦，那你说的是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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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好了，你不要再哭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，乖乖。好，不错了。我外遇是我的错吗？打我爸爸！啊，干嘛打我啊？笨女人，看我的飞弹！嘘。